什么事啊？已经给您放那儿了。谢谢。庄小姐，你本事长得挺快啊。学会开房了是吧？咱俩离婚了，我开房怎么了？我开宇宙飞船也跟你没关系啊。你用我的信用卡开的房，我还不能问问吗？啊，我忘了。这个月我刷了多少钱？我花了自己花的。你又有钱了。没错。 早知道离婚能成富婆，我早就……你早就怎么着？我早就多结几次婚。喂，桌上都是你的快递。 只有一些面膜和一个手机壳是我的，剩下都是之前给家里买的洗碗布和垃圾袋。怎么买了这么多面膜啊？以前我过的灰头土脸也就算了，现在我恢复单身了呀，我第一件事就是得好好保养，把面膜贴起来，让人家看看单身的女人更水灵，真是分别容易分家难。我会把快递的地址默认成我的公司的。你还没找着地方住呢。 你不会是一直没告诉你爸妈咱俩离婚的事儿，四处漂泊，所以才找酒店住吧？怪不得你以前对我不闻不问的呢，天天看我消费记录，对我的行踪全都掌握了是吧？咱俩账号都是共用的，有什么可问的？那咱俩没话说，还是我的错喽？我可没这么说啊，你别曲解我的意思。没意思，你放心。 喂，妈，怎么了？你别哭，你慢慢说。啊？那我现在马上过去。怎么了？我爸进医院了。我送你。不用。现在是下班高峰期，打车肯定堵死你。那我不打车，我怎么办啊？上车。啊？还愣着干什么呀？ 节目，全部转弯了。哎呀，小琴，小琴，你爸，现在怎么样了？已经脱离危险了，已经脱离危险了。谢谢。病人之前有心脏病的病史吧？现在有复发的迹象。啊，那现在是什么情况？ 还算好，我们抢救的比较及时，现在已经没什么太大问题了，但是还需要留院观察几天。那他回家以后，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呢？先让他吃药保守治疗吧。心脏支架之前一直没有做过吗？没有医生跟我们说过要按支架呀。先观察几天看看吧，到时候我们会根据他的具体情况给他定一个治疗方案。还有。 这两天一定要保证病人有一个稳定情绪，好吗？好，大夫，谢谢您了，不客气，谢谢您了，不客气。妈，陈宇。
哎呀，陈姨，你可算是来了！妈，你怎么还给他打电话？你爸都进抢救室了，我不找陈姨找谁呀？不过没事，不用担心。医生说啊，你爸已经脱离危险了，多亏我们送来的及时，是吧？没事就行，您别担心了。事儿是没什么大事了。哎，阿姨你好，我是小琴的同事，刚刚情况紧急，我就先送他过来了。哎呦。 小伙子，那得好好谢谢你。阿姨，您客气了。既然叔叔已经脱离危险了，我就先走了。哦，那个谢谢你。客气什么？明天公司见。好。哎，小伙子，你路上开车得慢一点啊。阿姨客气了。赶紧去看看。我开车送你回去吧。 谢谢你今天来医院，应该的。咱俩离婚的事儿，跟你妈妈说了吗？还没来得及呢。那能拜托你先别说吗？ 之前我怀孕的事儿，他们就同期特别快。现在我爸这个状态，我明白，怕受刺激。等我把自己安顿好了，我会慢慢告诉他们的。嗯。你今天晚上住哪儿啊？送我去曼妮家吧。 你先坐啊。嗯。我一般呢都会从这个上面选，房源呢齐全一些，你找房的效率呢就会更高一些了。嗯。我告诉你啊，女人独居最要考虑的因素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什么呀？生活半径呀。啊。你知道什么叫生活半径吗？ 就是呢，以你这个工作的地方的为中心，你要根据你的安全、交通、生活便捷度这三个要素呢，你要去进行筛选一下。那哎，还有最重要的呢，就是你可以承受的房租价格了。嗯，离婚分的存款应该够租一个好一点的房子。那你就可以挑一个通勤不超过半个小时的呀。 那万一你看你家搬累了，也可以打得起车的小区，那多好呀！好呀，你这个房子就是这样找的吗？啊，我觉得你这布置得很温馨啊。哎呀，这关起门来的这个舒适度呢，是你可以努力的事儿。但是走出门去呢，每天迎着太阳走到城市中最繁华的市中心，接待有钱的客人，然后再伴着月光回来，在门口的便利店选一个便当。 每天还要给自己打气加油，但是你比我强呀，我一点生存技能都没有，现在连个落脚的地儿也没有，一切都得重新开始。最起码你有可以重新开始的勇气。真的？嗯，真的。那你再说一遍呗。 钟小琴同学，最起码你现在有可以重新开始的勇气，强过大多数人。<笑>以后还去不去老年合唱团飙高音了？那就改学低音好了。哎呦，我没有搞哎，吓死人了。妈，哎，陈宇，我拿了。哎。正好啊，你们不是来了吗？你们俩搬回家住两天。
好好陪陪你爸，不行，他出差，又出差啊？我又出差，麻烦您给我吧。哦，好，谢谢啊。那他出差，你回家陪你爸住两天呗。我这两天公司事儿特别多，有点忙。你多忙啊？什么事儿啊？比你爸健康还重要吗？啊，妈，您跟我爸有什么事儿就给我们打电话，我们会回家看您的。 把东西快放车上，嗯，爸，咱先上车说。走。真是。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，反正我还得再住一个月，你看着办。我知道了。 你睡卧室，我睡鱼室。那你再看看这个。鉴于之前咱俩签订的房子分割协议，我认为我有对屋子的使用权利，所以我写了一个同居合约，你看看有没有什么要修改或者补充的。 同居合约，甲方钟小琴，乙方陈宇，经双方友好协商，本着珍惜缘分、互利互惠双赢的原则，以及在互不伤害、互不损失的原则下，双方自愿签订如下协议：一、两人互不干涉对方生活自由，尽量做到不对话、不对事，有事微信沟通；二、同居期间不许把朋友带来家里聚餐。 三、自己的衣服自己洗。四、轮流打扫卫生。一、三、五，钟小琴；二、四、六，陈宇，周日休息。五、陈宇早上洗澡，钟小琴晚上洗澡。六、钟小琴不在家的时候，陈宇可以到主卧衣柜拿衣服，其余时间不许进入。七、双方应注意个人卫生，不准将脏衣服到处乱丢，不准使用卫生间后不冲水等。 本协议即日生效至钟小琴搬走之日起自动失效。乙方，你有意见吗？啊，乙方没意见。那你一会儿就把字签了吧。哎。哎，我之前让你把我的东西打包，你没动啊？啊，乙方，我没动。哼，光顾着跟你这些鱼玩了吧，可算没人碍你事儿。 早，早啊，小琴。早，小琴早啊！早啊，小琴姐。早，早饭没吃呢吧？来，奶黄包，我多买了一份。谢谢李姐。哦，对了，小琴姐，这个是棒棒糖，水果味的，可甜可好吃了，记得吃啊。谢谢。小琴，小琴，帮你冲了杯咖啡。 2包奶，3包糖啊！你要严肃啊呀！姐懂的。小琴，吃点坚果，对身体好，对心情也好。啊？小琴啊！我家乡底儿的宝贝，相声全集，考一份啊！为什么呀？想当年，你哥我失恋的时候，就靠这种生活来的。你到时候记得考啊。 一天时间，全办公室的人都知道我离婚了。你嘴的速度比智商还快。这离婚是能激发一个人的钱的，嘴都变毒了。承认了是吧？在所有人都把我当下菜的八卦讨论，看我像看流浪猫一样。你为什么这么怕人知道离婚啊？这都什么年代了，离婚连个新闻都不算，还能算丑闻吗？算不算也不用你替我宣扬啊，不想当焦点。一般呢。 这么怕人知道自己离婚，要么就是自己犯错了，心虚。你放屁！那就是没想真理，还想着有转圜的余地。你是哪种啊？我哪种都不是。算了，跟你说也说不通，你一个小屁孩，你懂什么呀？
你现在业务也已经熟练了，从今天开始，咱俩的师徒关系正式解散，不要再跟我说话。哎，姐姐，我就是想跟你通报一下，徐总跟我说，今年的销售黄金月，让咱们俩大伙负责。但是他说，是你主动申请的工作，有这回事吗？他让我多协助协助你，但是我不能跟你说话，咱们怎么沟通啊？ 传纸条，只说工作以内的话。没问题。别挠头发了，实在累了就休息会儿。给，吃点坚果，补补脑。饿着肚子怎么干活啊？ 今天还能完事吗？哎呀，不知道呀。卡在哪儿呢？我想把你谈的新媒体作为核心亮点，但现在其他活动方案我一点心意都没想出来。徐总特意交代了，现在商场整体业绩下滑，要抓住这个销售月的时机，做出点不一样的了。但你说怎么能不一样呀？ 要想方案不一样，先要让做方案的人不一样。什么意思呀？天气预报说天气糟糕，但我还是怕约会会迟到。眼看着手机。 怎么没了讯号？担心你的关心我收不到，可是还好，就那么的巧，你总是能懂和我一个频道。你传来微笑，简单的符号，这份温柔我放在心里收好。最简单的美好，简单的一秒，一颗心为你。 扑通扑通的空跳，你让我忘记烦恼，记住你的微笑，每一天只想在你身边围绕。最浪漫的美好，和你一起变老，一辈子情深，第一个跟你问好。最爱听你的唠叨，连拌嘴都会笑，原来这才是幸福的味道。 遇见你就是美好。放这吧。我不会是有心脏病，我自己不知道吧？我这心怎么这么慌啊？你没有，第一次来这的人都这样。我告诉你啊。 只要酒喝到位，音乐声音就小了，节奏也就不躁了。张小牙，啊，我以前不知道，原来两个人可以一起做这么多有意思的事儿，我特别开心。最简单的美好，简单的一点点，一颗心为你扑通扑通的。哎，别蹦，别放，来，慢慢。 慢点！你怎么了？我太自由了，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你知道我为什么离婚吗？ 你为什么离婚？想知道？我想知道。真的想知道。我真的想知道。我不告诉你。回家了，诺邦的生命。出租车。你。
你起来，你站好了。师傅，你等我一下。 喝成这样啊！你跟谁喝的呀？你管不着，起开！陈宇，你这个王八蛋！我告诉你，我离婚就离对了。以前成天的你无视我，不然我以为我还没有你这鱼缸里的这些破鱼有意思呢。我告诉你，两个人在一块。 有意思的事多着呢，我差点被你给忽悠了。不是，你先跟我说说，你今天晚上跟谁喝的呀？我不告诉你。离婚真好呀，我撒花，我自由，我现在就来个前滚翻。哎呀，陈宇，你把我放下来，你这个王八蛋，你给我。 衣服谁给我换的？我换的。啊！干嘛啊？你昨天晚上做成什么样，你自己不知道啊？谁让你动我的？我动你怎么了？你什么都没看我呀？流氓！你疯了吗？跟我走。 不让上来，被发现就完蛋了。所有后果我一个人承担，你值得我冒这个险，再晚就看不到了。哇，好久没有看到这么美的天鹅云了。我有个微信群，叫云彩收集者，刚刚群里面人都在喊抬头看天。你还有这种群？你每天脑子都在琢磨些什么呀？你看，西边的这朵。 叫宝状云，离我们最近的是破片云，南边那种叫卷积云，卷积云是云彩里面绝对的高分云。你仔细看，还能看清云彩的纹理结构，是由冰晶组成的，形成的降水也绝对不会到达地表。如果它们的高度高于地平线30度以上的话，你伸直胳膊去测量，就会发现小云块的大小还没有你一根手指头长呢。就是那个，那个就是卷积云。 那边就是卷积云，卷积云是属于云彩里面昙花一现的一种云，就像人生中本该属于我们某一时刻的东西，就不要错过。世界上没有那么多上锁的门，像你昨晚说过的，有勇气。
去争取。没想到每天习以为常挂在天上的云，还有这么多说法呢。看你慌里慌张的，还挺善于发现美的嘛。所以我能看到你的好，其实我早就想说了。 啊，你别说了，我不想听。小琴，这是吃饭的地方，这是喝酒的地方。好，给我来半打伏特，再来两瓶 real。 你老跟我说你没钱，一个月半毛钱都攒不下来，合着你把钱扔这儿了，给这儿的老板打工了是吧？ 你能不能想点？今儿啊，是我请你喝酒，能不能别老数落我？深水炸弹，整起来，喝不了混酒。吐了吧，不是混酒，今儿同一种粮食酿造的，这个最适合你现在这个状态，泻火。我什么活可惜啊？ 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跟我嫂子离婚了？于使那行军床的架势，根本就不是吵架冷战，一看就是常住。还有，我嫂子整天在家穿戴整齐，一点老夫老妻的样子都没有。你俩不是离婚？是。 这种日子我一天都不想凑合了，我们离婚吧！来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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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明天早晨8点，民政局门口，谁不去谁孙子！我啊，都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事儿。 跟他，还有他妈，在他们眼里，我就是那电视台最风光的编辑。可是我已经受排挤好久，没上过机了。 他老婆说，在家我为什么不洗他的衣服？我今天第一次羡慕顾佳，我发现人家衣服是火着洗的，人家家里有人声。可他怎么想不起来当初是他不让我洗他衣服，不让我碰他衣服，怕我把他衣服给洗坏了。他还说，我开车没什么不接的。喂，老公，我这结束了，你能回来接我吗？我这忙着呢。 你自己叫我车回来吧，啊！我是有那么几次没接的，可我要么就是手头上有工作，要么就是我打开那手机地图一看，它离我特别远，我也给他发那打车的红包了呀。最关键的。 就是孩子那事儿，你哥我呀，一开始确实是没想要那孩子，可自打那次做了 B 超，听见那孩子心跳，我也真的是走了心了。 我连浴室里那鱼缸的尺寸都量好了，我是真想把那小婴儿床挤在那浴室里。
来孩子没了，他有哭有闹的。你看他，从医生说这孩子没了，他一点反应都没有。可谁问过我呀？我怎么不难受啊？我怎么不伤心啊？这些话，你跟我嫂子说过吗？说什么呀？做都做了，做不比说强啊？做了还能看不见吗？你做的那么隐蔽，误会又不解释，我算是知道你为啥被离婚了。哥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现在你到底对我嫂子还有没有？陈旭，我告诉你，在我心里，朱小琴一直就是我媳妇，一直就是。想追回我嫂子吗？来了，来了。来，我跟你换个地方，咱接着来，听见没有？行，换了，换了，换了。怎么喝成这样啊？高兴了，对不对？再来一打啤酒。我哥已经在路上吐干净了，不会折腾你的。别担心，没错。陈小玉，我还能再跟你喝？不是呢。哎呀，你别有什么。没事没事，你把他我没事，你我知道你没事。你赶紧的，你再去要一打啤酒啊！咱俩没事，小子。啊！于海，我先撤了，嫂子，你照顾好我哥，我不管了。哎，你快点，你去哪儿了？你渴了。弄点酒，我渴了。别动我。你别动！我要喝酒，你别动！把酒拿来。陈旭，我错了，陈旭，我真的错了。你去跟月嫂子说，我错了。你求求他，你求求他原谅我吧，行吗？我给他道歉，错了，陈旭。故事在每天发生，刻进岁月的年轮，一圈圈回忆拉扯着我。生活它可不可能永远爱情的口吻，遇见你我一直忙着应征，一个人爱一个人，当相处变成课本，谁愿意为谁多退让一寸，原谅我那些有关于永恒。东西我帮你大概收了一下，有什么需要的你跟我说，我回头再寄给你。最近能不回来就别回来了，赶紧走吧。当初离婚的时候我让你收拾东西，你都没见你这么迅速啊。现在是真的怕惹祸上身啊？我不是。之前你问我的问题，说咱俩还有没有可能，我现在回答你，没可能。
子妍搬到你们屋一起住，会不会太挤了？我最近正好怀念子妍还是小宝宝的时候呢，可以搂着她睡。你就踏踏实实住着吧，房东要你搬回去，你也不能现在搬，得等这件事过了。现在可不放心你一个人。哎呀，你还睡高枕头对吧？我给你换一个高的啊。陈姐，咱们家还有没有新枕头啊？开除就不能来了吗？没有人开除你啊！我已经看到商场发的公告了，中性员工已被辞退，开除我还要让我从网上知道吗？这个事儿就算要处罚我，要通知我一声吧，这也太不尊重人了。哦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被辞退的中性员工是钟小阳呀。啊？徐总，我又了解了一下，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还失控，我建议还是尽快辞退钟小晴，平息舆论。看现在形势，也只能这样了。我不同意。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回去工作去。现在对钟小琴进行人身攻击的，大部分都是无脑宣泄。她在公司这么多年了，是不是视频里面的样子，你们肯定比我更清楚。凭什么白白牺牲她呀？那你还有什么好建议？如果一定要有一个人为这件事情离职的话，我愿一命换一命，开除我吧。现在就不是你在这里意气用事的时候。我没有在意气用事。这件事情还有一个关注点，就是那双假鞋是从哪儿来的？你们开除一个物业经理也解释不了这个问题。你们开除我，就说我是那个店的销售，我自己私自换货售假，商场和周小琴毫不知情，这不就完了吗？领导商量了以后啊，觉得这个危机公关的解决方式挺有效的，所以就发了公告啊。你看看手机。徐总在吗？在呢。徐总，你们真的就这样把钟耀阳给开除了？是他自己说，刚来不久，会是公司最小的损失。那为什么不去追究这双假鞋到底是哪儿来的？就这样草草结案？钟小琴啊，你能想到的，我们早就想到了。店长已经查过了，所有的店员都不承认是自己做的，公司只能认赔，跟顾客私下达成协议了。这种热点新闻如果不及时趁热解决好，将会对商场的形象和信誉度造成极坏的影响。可是自媒体时代，有的人关心真相，有些人更关心形象。喂，你在哪儿呢？我想见你。哥，你过来，我给你看样东西，快快快！哎，赶紧的，你看，这回啊，真让你给猜着。我觉得你这车油路有问题，油路有问题？对，不可能啊，这不通的，你帮我检查一下啊。行，钟小阳，
我能单独跟你说几句吗？咱俩去里边。这边。你怎么突然来找我了？你干嘛要替我顶包呀？既然那双鞋是假的，我可以自己道歉，自己赔偿。你现在这么一弄，我什么都做不了，还欠了你这么大一个人情。姐姐，你会不会想太多了？就是一份破工作而已，我都没在意，你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我当然担心了，你莫名其妙丢了工作，你吃什么喝什么？你还有闲心在这修摩托车？你看，这事我没白做吧？你终于开始关心我这个人了，你别害怕，我不会缠着你的。要不我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。我家是东北的，爸妈是做生意的，从小不愁吃喝。我在上海上大学那会儿，他们就在浦东给我买好了房子，所以我完全不指望这份工作能养活我自己。你也没必要有心理负担。我没问，我说的不是这个。再说了，咱俩在一块儿了，办公室恋情肯定要走一个，我就当提前把事办了呗。谁要跟你在一块儿了？钟小阳，你知道这件事我最生气的是什么吗？没有这件事我都准备好做你女朋友了，你现在这么一闹，就好像我是为了报答你答应你的，所以我现在答应不了了。再见。钟小琴。这么快，菜都上齐了。嗯。听说他们家的牛排特别好吃。是吗？来，尝尝。怎么样？嗯。酒店房间我开好了，大床房。嗯，确实不错。庆祝你顺利拿下驾照。啊！怎么干了？那我也干了。别自己喝呀，我陪你。
等一下。把身上的饰品小零碎放这个袋子里吧。啊，不用了，我就放在衣服口袋里吧。哎，老公，你看到我婚戒了吗？婚戒？没看见啊。我这两天想戴，然后怎么找都找不到了。没关系，再找找。要实在找不着，咱就买对新的。这么拒绝我碰你吗？我知道你心里有道过不去的坎儿，所以我一直等着你，尊重你。但是互相喜欢的两个人，这些亲密动作不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就是觉得没那么自然。你喜欢我吗？喜欢。但不是爱。行，那我知道了，我再去看间房。我不用了，我得回去。小杨，对不起，我今天必须要回去。不想骗你，陈宇明天要回老家了，他不回来了。之前有好多事情我做的不对，我得去见他一面，我要去当面跟他说个对不起，要不我心里堵得慌，我过不去。你是不是后悔跟我在一起了？我不是后悔，我是混乱。我可能自己都没有认清楚我自己。小杨，你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想清楚。我需要冷静一下，我想清楚了我会联系你。对不起。姑娘，到哪儿去啊？回市区。去市区啊？那过路费得你出。没问题。啊，上车吧。这么晚还回市区啊？啊。要不，咱俩也凑一对吧？从今以后，我们相濡以沫吧。师傅，你怎么没走高速啊？啊，我想去上个厕所。
是吧？我不是坏人啊！你先别哭，慢慢说。我真忘了，我试了好几次才打通你的电话，可能很快就又断了。你现在在哪儿啊？你打开手机地图，看看能不能找到自己位置。不能，我已经走了好半天了，我连开始的路都找不到了。你身上受伤了没有？你现在先深呼三口气，让自己冷静下来，然后看看视线范围内有没有光亮，如果有的话你就去找人问问自己到底在哪儿，如果要没有的话你看看身边有没有高速公路。高速公路每隔一段都会有指示牌，你现在先去问清楚了，把手机挂了，保持电量，我一会儿就过去找你，问清楚了以后给我回电话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一定会没事的啊，我现在就去找你。喂，小琴。喂，你说的都没有，没有亮灯的房子，也没有高速路口，我好害怕呀。你听我说，你现在别哭，也别慌，我们一定能够找到办法的。我这只有一个三岔路口，我该往哪儿走啊？你听我说，别再往前走了，就留在原地。我问你，你好好想想刚才是在哪儿上的车。这一路上开了多长时间？有没有经过什么标志性建筑物？好，啊，你接着说。哥们，干哈呢？绿灯了。明白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你的。啊，拜拜。小琴，别再玩手机了，节省手机电量。如果要是困的话，就原地跑一跑。千万别睡着了，我已经知道你在哪儿了，原地等我。我马上就到。Thank you.
座椅加热给你打开了，一会儿就热了。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我之前给台里做过一个关于崇明岛生态环境的报道，那个时候这条路我一周得跑两趟，得弄清楚这周围工厂啊生态环境的一些情况。你刚才大概跟我一说。 我就想了集中有可能的范围，剩下的就看运气了。这也就是运气好，你知道我来的路上脑子里想了多少种可能吗？万一你要……不是你这是闹什么呀？有什么事儿非得赶夜路回来呀？你还敢问？你是不是一大早就飞机就要回山西了？你怎么知道的？ 陈旭告诉我了，你就真的要回老家了是吧？你就这么一声不吭的，连个道别都没有就回老家了是吧？我跟你说，我要是死了，我做鬼都不放过你。所以你赶夜路回来，是为了送我。 陈旭怎么跟你说的？陈旭说你要辞职了，你要回老家的电视台工作，你就再也不回来了。你还笑？我是买了今天的票要回老家一趟，但是我是为了疏解一下我妈的情绪。我妈知道咱俩离了婚，就一直憋着想来呢，我怕她来了见你，你一个人应付不过来，我就说当面回去跟她解释一下。 这里面根本就没有工作的事儿，所以你压根儿就没有辞职啊？没有啊！啊！我差点就白死了！哎呀，呸呸呸！死什么呀死！哎呦，行了，没事了啊。 这地儿还挺好的呀，慢点。先把这个灯要好。谢谢。哎，你这儿有药箱吗？
我昨天刚找到的。找到就好。可能会有点疼啊。嗯。再坚持一下。一会儿我走了之后，你先洗个热水澡，伤口别碰水。洗完澡以后，自己再给自己冲一个感冒药。事都应该谢谢李姐。哎，小钟，谢谢你的门卡。还是李姐好吧？当然了。加油！一定。小钟来了！哎呀，拍下来！哎呦，近点！小心拿着呀，拿着呀，收下，李姐，拿着。哎呀，这花真漂亮，我先帮她收着哈。这个是摩托车行大门的钥匙，我们几个人合开的，我是大股东，钥匙自然由老板娘来保管了。你之前说过，男人要有事业心，我现在有了。小钟真棒，小钟真棒！哎呀，哇！嫁给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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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嫁给他。你别紧张，我不是求婚，我知道我现在也求不成，这个就是普通的情侣对戒，有的时候手上空了，心里就空了。我比量着你手指的粗细，选了个中指戒指，但是没负担。小钟呀，你想的好周全呀。嗯，你之前说想冷静冷静，但是我不想。再等下去，就只剩冷了。你能让他们先走吗？这是公司，我们能单独说吗？不，我就是要当着所有人的面告诉你，周小杰，我喜欢你。我之前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就喜欢你。好不容易我们现在没有任何阻碍了，踏踏实实在一起成吗？是啊，怎么走了呢？对不起，我没想到会让你不舒服。我不怕别人知道我喜欢你。因为我就是喜欢你。我们分手吧。为什么？这几天我考虑清楚了，我不能再继续下去了。就因为我比你小，
你就觉得我靠不住了？我敢现在就去跟你领证。我相信你敢。可婚姻是只靠勇敢的吗？我之前勇敢过一次，可结果不怎么样。那是你之前遇的人不对。不是，是我当时没想清楚我为什么要结婚，我到底要跟一个什么样的人过我的下半辈子。那你现在想清楚了？我从小就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，我没有顾家那么独立，也没有曼妮那么勇敢，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姑娘。我很依赖别人，所以我打骨子里是渴望结婚的。我到了年纪就相亲结婚，我觉得这一切都顺理成章。可婚姻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。我这几天才想明白，我是怎么把我上一段婚姻过凉的，是对我打击太大了。我可能现在跟你说这些你听不懂，可是这就是跨在咱们俩面前跨不过去的。不是你的原因，是时间和精力。这两样是最公平也最不公平的，但有和没有就是不一样。我懂，我怎么不懂啊？就是因为那个小子又说了他哥的好话，你就要连夜赶回上海吗？是吗？是我没考虑清楚我自己的感情，所以我不能再糊糊涂涂这么跟你好下去了。一定要分手吗？是。你不后悔？谁呀？我敲门没人回应，担心你出事，我就自己上来了。我还没倒下呢，你怎么成这样了？我真的没力气。我不是来纠缠你的。还你钥匙。谢谢啊。你是内疚的生病了吗？对不起。是你写的吧？你看了？作弊的人不是你，是我。什么心有灵犀，命中注定，都是你的错觉。我也没有非你不可，所以你用不着这么内疚。
你不用对我这么好的，会传染的。就当是分手礼物吧。传给我，你就好了。都说失恋就像得了重感冒，回去我也病一场，我也会好的。到底不是我头上的云，还是抓不住。周小琴，你小说写的真好。欢迎回来，欢迎回上海，再创高峰，再接再厉，一定可以的。慢慢吃、哦。还有啊，不用准备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放了，放了，放了。哎，这些菜都是我爱吃的，啊、真的、啊，嗯，好开心、啊，开心最重要。女孩子最喜欢喝的奶茶啊，还有奶茶，这怎么会有奶茶呀？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慢用啊，慢用，谢谢，谢谢。其实今天我们是沾了小琴的光啊，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奶茶啊，是有人专门送给小琴的。嗯，谁啊？小琴，有人在村口等你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没开玩笑。快去看看吧。哎，村口怎么走啊？往右拐，直走。谁啊？你怎么能不知道呢？谁啦？你干嘛呢？切豆腐呢？哦，哎，刚才我切那几个菜，你吃了吗？没有啊。你弄那么大阵仗，就是来送外卖的呀？也不是，我把你好多喜欢东西也都带了吧？嗯，那招财猫就在车上呢。我从老家回来，知道你来这儿了，我就第一时间赶过来了。过来干嘛？接你回家。哦。哎，你眼镜呢？我换隐形了。你舒服吗？不太舒服。那卖眼镜的人让我买年抛，说年抛便宜，不是便宜，是年抛好，我也没用啊。你别装睡啊！啊，嗯。啊、干嘛？快说说啊！你们开房车怎么从湖南回上海啊？你知道要开多少天吗？不知道呀。那你这要跟他回去啊？那反正我也要回去，我就搭个顺风车呗。嗯，你怎么仿佛一副很享受的样子？那我就搭个顺风车好了。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说你是不是早就想坐房车回去？不过我跟你说，你脑子伸伸紧啊！你这一路回去，顺便要考察考察，他到底是一时兴起还是痛感前非？
有道理哎。嗯，什么有道理？我觉得陈老师挺好的。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，这次陈老师真的改变很大。怎么了？你知道他把眼镜给摘了。这个意思啊？这个没了？他戴隐形眼镜了？啊，你不知道啊？他凭的，他能戴得进去吗？他眼睛那么小。你怎么知道？啊，欢迎回来，欢迎回上海，再创高峰，再接再厉，一定可以的。哎，来，嗯，慢慢吃。还有啊，不用准备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放好，放好。哎，这些菜都是我爱吃的，真的啊，好开心，开心最重要。女孩子最喜欢喝的奶茶啊，还有奶茶。这怎么会有奶茶呀？谢谢谢谢谢谢，慢用啊，慢用，谢谢谢谢。其实今天我们是沾了小晴的光啊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奶茶啊，是有人专门送给小晴的。嗯，谁啊？小晴，有人在村口等你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没开玩笑。快去看看吧。往右拐，直走。谁啊？你怎么能不知道呢？谁啦？你干嘛呢？我切豆腐呢。哦。哎，刚才我切那几个菜，你吃了吗？没有啊。你弄那么大阵仗，就是来送外卖的呀？也不是。我把你好多喜欢的东西也都带了吧？嗯，那招财猫就在车上呢。哦，我从老家回来，知道你来这儿了，我就第一时间赶过来了。过来干嘛？接你回家。换隐形了，那你舒服吗？不太舒服。那卖眼镜的人让我买年抛，说年抛便宜，不是便宜，是年抛好，我也没用啊。你别装睡啊！啊，嗯。你们开房车怎么从湖南回上海啊？你知道要开多少天吗？不知道呀。那你这样可能回去啊？那反正我也要回去，我就搭个顺风车呗。嗯，你怎么仿佛一副很享受的样子？那我就搭个顺风车好了。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说你是不是早就想坐房车回去？不过我跟你说，你脑子伸伸紧啊！你这一路回去，顺便要考察考察，他到底是一时性急还是痛感前非？有道理哎。嗯，什么有道理？我觉得陈老师挺好的。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，这次陈老师真的改变很大。怎么了？你知道他把眼镜给摘了。这个意思啊？这个没了？他戴隐形眼镜了？啊，你不知道啊？他凭的，他能戴得进去吗？他眼睛那么小。你怎么知道？啊！哎呦，怎么了？哎，我的茶树有人认养了，真的。你看，
陈宇，捣乱了他。那谢谢陈老师啊，要不是看在你大人面子上，陈老师这么抠的，还能认得他是吧？小琴，你又是一副很享受的样子。这回这个通道开启以后，我们到上海就可以大肆宣传了。顾佳，你得反省一下，你之前你开启了那么久，你是不是都没有人？你看我们一来，我们是不是你的福星？你马上就开启了，对是不是？对啊，老曼妮啊，有个礼物要送给你。你别闹了，真的有礼物啊！别闹了，我才不想。当当当当，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呀，不要吗？呀呀，你不是不看吗？有本事你别要啊！这份礼物我喜欢，那我收下了啊！不客气啊。不过你怎么买二等座呀？你不能买个上等啊，头等座。哎，人家创业不容易嘛。你干脆跟他们做房车。讨厌你们俩。我不管啊，我就从小就坐电动车。你们俩不要脚好臭啊你。干什么啊你们俩？在上海等你啊。嗯，我走了。嗯，慢点啊。嗯，慢点开。拜拜。走了。一个人开回去有问题吗？没问题吧？那我在上海等你了。我走了。嗯。拜拜拜拜。报告演了吗？过演能走吧。哎，这么酷的车我也想开。开什么呀？你也没驾照。我有啊。你哪来驾照啊？我考。哎，烤肠你吃吗？咖啡你喝不喝？都行。导航已经设好了，咱出发。哎，你把手机收起来。干嘛？不想了。以前我一上车就睡觉，都是你又要开车又要看导航，我都没关心过。现在剩下的路交给我吧。不用，你哪看得懂地图啊？那手机导航有什么不会的？都有提示的。你放心吧，我会帮你看好路线，盯好路况的。不是。怎么走我已经想好了，不用你，真的。你怎么走告诉我呀，听我的，出发吧，走啊。哎，
别看手机，你看路啊！不是说好了我帮你导航吗？你这么不相信我？我没不相信你，我就是想确定一下，你设定的那路线能路过星城吗？会呀，你不是跟我说那有一个房车营地，今天晚上在那驻扎吗？啊，我是按照你说的路线导航的呀。好，那就行。哎呀，怎么了？开过了啊？那个刚刚那个出口，没下去，开过了。没关系，前面找地儿咱们掉头。我不去了，这个下一个出口要42公里呢。那怎么办啊？咱们得去营地啊，今天晚上。你看，我说让你打开语音导航，你偏不听，非要自己看手机。不行，前面找地儿掉头。不是啊，是你要自己看手机，你不看路，然后跟我说话，我一分神就没盯住，200米就过去了呀。我跟你说话，不是晚上去营地呀、啊？这现在去不了了，可怎么办啊？哎，没事没事，去不了营地，找个酒店也能住嘛。住酒店？随遇而安挺好的。你好好开车，你好好看路啊。我帮你看看有什么酒店。都已经开出这么老远了，我再掉头往回开，会不会太明显了？人家那钱可是不会退的啊！没说钱的事儿。那你今晚住哪儿啊？在县城里随便找了个小旅馆。你嫂子说她不愿睡车里。你也是笨得可以。我看了看导航，问题不大。明儿啊，你争点气，拿回导航权，努力开回原路线上。咱们后面还有安排呢，啊？行，我知道了。哎，我先不说了，挂了。这个是你房间的房卡，我先回去休息了。哦哦，对了，你帮我把那个袋子给我。晚安。晚安。我以前可羡慕人家发房车旅行的照片了。我知道，你每次还都发给我呢。可是那些照片里面都没有拍这些琐碎的事儿。这就是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差距。哎呦，今天晚上这月亮真大真圆哎。哦，差点忘了。哎，你看这盆酒眼熟吗？嗯。你看这塞子。单位发的那篇，你还真当是我们单位发的呀？我知道，以前我们家里的这些琐事都是你做的，就是这些日复一日、重复的、不凸显价值的小事儿，让我慢慢都看不到。不是你看不到，是我没做好。把眼睛闭上。干嘛？你闭上。睁开吧。这不是我一直想买的那条项链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就是因为我之前做的太不好了，所以从今天起，我要把你喜欢的一切都带给你。
你突然这么说话，我怎么这么不习惯呀？不是，其实我也有点不习惯，但是我心里真是这么想的。我之前说，结婚是为了找个避风港，这话气话的成分更多。你能不能在心里把这话给抹了？其实从咱俩见第一面，第一次相亲，我心里就认定是你了。第一次见面，我干嘛了？有点冷。月亮又大又圆。我当时满脑子想的是，我一定要抢到那辆出租车，不管那天咱俩坐公交也好，还是走着，一定得把这晚高峰给隔过去。而且我觉得那天晚上满大街的人肯定跟我想法都一样，只有你不着急也不忙的，还能抬起头看看天上有月亮。啊，对了，我想跟你说件事儿。鱼池的那个房间我清空了，如果你想回来的话，里面放什么东西都听你安排，我不管。我知道你可能对我、对婚姻都还有顾虑，我只是真的希望我能再有个机会。这就是你说的要带我来的地方吗？对啊。考验我是吧？我真的不养鱼了，我发誓，我戒了。养鱼是魔鬼，是黑洞，养鱼让人玩物丧志，养鱼毁三代，鱼缸丧一生，这道理我懂。我把鱼市的东西都清空了。哎，你要不相信的话，回去你看着我把鱼缸全都砸了。真的啊？真的，看来不看了。不看了。行了，票挺贵的。这也太壮观了吧！这就是在专业水族馆里才能达到的条件，能有自然光照，还通风，所有的循环系统都是最顶级的。哎呀，刚刚你看看，哎，这里边得有好几万金鲳鱼吧？哇、哦！叔叔，这个是什么鱼呀、啊？这种鱼叫金鲳鱼，平时在海里就吃一些小鱼小虾什么的。啊，还有吃小鱼小虾啊？哎，你看那个，那个个头特别大，带着翅膀啊，那就是平时大家说的老板鱼，他平时吃一些贝。那怎么没有？还有食人鱼呢。啊。你还知道还有食人鱼呢？但是今天这个水族馆里边没有食人鱼。这里没有。对，这里边没放。你看看，多少斤？小琴，
上刻进岁月的年轮，一圈圈回忆拉扯着我们。生活它可不可能永远爱情的口吻？遇见你，我一直忙着应征。一个人爱一个人，当相处变成课本，谁愿意为谁多退让一寸？原谅我一直提问那些有关于永恒，当我看到原来你也当真。我想你是我最好的另一半，世界如何运转，你是唯一答案，体会我的快乐，安慰我的不安，将每一个大困难都包成了笑。简单。我刚刚朝你挥了半天手，你才看见，时间都被浪费了。这美人鱼的项目可贵了。好不容易查到这个水族馆有，特意来的，你就看了几眼，而且跟我想象的都不一样，就被人拖走，一点都不美。怎么不美啊？你看看，我觉得挺美的。哎，还真挺美的。哎，干嘛呀？非得弄这么一出啊？幸亏我弄了这么一出吧，试探出来你根本不可能为了我放弃养鱼这件事儿。你一进来，你两个眼睛都放光了。我没有，我真的不介意了。想想也挺可笑的，以前总拿自己跟鱼比，没道理让你为了我放弃你喜欢的事情。你不是说家里的鱼缸都清空了吗？嗯。要不要带一条美人鱼回去养啊？嗯。周雅琴，你是在跟我求婚吗？我用求吗？啊，你不要，我求，我求还不行吗？那你现在就求。来这儿了。来接你之前我就已经计划好了。小琴的户口一直在我们这儿没迁出去，这次你就一起办了吧。啊，我和您二老表个态，这一趟去我一定努力争取，如果还有机会，下半辈子我和小琴一定努力活在一个户口本里。加油。警察叔叔，警察叔叔，啊，人在呢。嗯，您怎么每回都给我们增加成本啊？每回这儿经常来啊。
也没来过几回。我们俩今天是来复婚的，您能不能高抬贵手？我们这就走。复婚，那是要恭喜一下啊！来，恭喜。恭喜是恭喜，违章是违章啊！以后啊，长点记性，有点出息啊，这儿不要再来了。来，拿着。行，就冲您这么别致的祝福，我们再也不来了。好，那再见。哎，您放心，再也不见了。哇，这么大的鱼缸啊！慢点跑，别摔着了。你累不累啊？我不累。这里有点凉，咱还是给它穿上吧。哎，爹，你把衣服穿上。您好，请慢用。谢谢。好吃吗？慢点啊，还吃块鸡肉。干妈，你吃啊。你先吃，等你吃饱了，干妈就再吃啊。喝口水吧。看什么呀？吃你的。老婆。啊。我现在知道怎么才能让你快乐和长大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家里再添个小。当着孩子瞎说什么呀？这徐子言走得太急了，水杯都忘拿了。明天闪送吧。突然一下子还觉得冷清。要不，咱俩自己造一个。嗯？什么？我说，要不咱俩自己造一个。想得美！现在行动为时。老婆。